红师傅酒的粉丝们都知道，我家里面有三只宝。我做这个牛肉干的初衷呢，就是让我家宝宝们可以吃到健康好吃的牛肉干。因为外面现在有很多的牛肉干太复杂了，这个就是我做牛肉干的初衷。来，儿子，牛肉干谁做的？爸爸。好吃吗？哥哥，好吃吗？他头有飞碟。晶晶，头上有飞碟。你知道什么叫飞碟了吗？我家三只狗都很喜欢吃牛肉干，所以说我做这个牛肉干呢，最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我们三家，为了我家的三只小狗。这是大狗，这是中狗，这是小狗。来，我们来表演一个节目好吗？一只小狗，我叫；两只小狗，我叫；三只小狗，我叫。哇，都好厉害，这个小小的叫的最厉害了。晶晶，你看飞碟。哈哈哈哈，干嘛真正爱你们么么哒，爱你么么哒，爱你么么哒，爱你么么哒。